时代中天跨界演出。好，另外一个一个人很多的地方呢，不是为了蛋糕，而是为了这位美女。她是有日本林志玲之称的第一名模老袁有礼，在结婚之后首次造访台湾，今天一身轻便的装扮吸引了很多热情粉丝到机场接机。现学现卖闹中文，讲不好 NG 再来一次。大家好，我是体验有礼。他是日本第一名模体原有礼，腼腆的微笑即使讲得不标准，这笑容也绝对是100分啦。一身白色雪纺上衣，胸口前还打了个超卡哇伊的蝴蝶结，搭配上今年流行的9分黑色西装裤和踝靴，顿时成了镁光灯的焦点。不仅如此，机场大厅早有粉丝等着要签名。水汪汪的大眼睛和一头咖啡色的长发，体原有礼有着日本版的志玲姐姐风号，吸睛程度保证100%。面对镜头挥挥手，体原有礼这次以旋风似的3天行程来台，替代言的品牌站台，业者就是看准他的超高人气，希望也能借机带动买气。中央新闻黄楚华、张小芳，桃园采访报道。